今天要帮大家介绍黑色这个电脑包款 ，Inuk 今年新推出来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包款适合今年的这个开学礼，或者是平常的生日礼，或者是我们圣诞节快到的圣诞礼物，因为质感非常好，前面就是网状的设计，后面的部分是有这个细部纹路的这个织纹，它是防脱水的一个面料。那我们来看正前方的部分，它可以做很多的一个收纳。双口拉链直接打开之后，这边可以放文具的一个收纳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花鼠，然后充电器的转接头，那这是电脑的充电线跟耳机，还有手机的充电线。平常大概就是带这些东西就可以出门，你不用再另外准备一个小包包，然后还要放这些配件，还要另外拿，非常的麻烦。那另外一部分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带，就可以直接拿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拿出来做使用，13寸、14寸都可以收纳在里面。那里面最大的特色，它是有防震的这个绒毛设计，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笔电，也有防震的功能。所以就是今年这样的一个电脑包款，